大家晚安。看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。耶！好久不见，没有。你是不是可以展开？对，展开。Hello。展开。林月，展开。大家晚安，我们今天要来那个生日会座位抽选。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想要的位置，当然抽不好的话就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我们都在场。我打我自己，打我打我。原来是怪自己的部分啊。Hello Hello， 我好像第一次跟柔柔一起同框，对啊，感觉不知道不知道今天会有怎么样的化学反应。柔柔的发型是我之前的发型。啊，你说你不小心剪太短是吗？对，我现在已经可以绑马尾。我现在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，你看，噔噔。小马尾。对。Hello Hello。大家吃晚餐了吗？还没。我还没。哎呀。大家要吃什么？你今天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菲菲生日快乐！还是巨蟹座的蓬蓬蓬。有没有狮子座的彭彭？哦，你是狮子座的。对，我是狮子座。你是二八。对，要大家要小心，小心我。那你感觉不像狮子座哎？对，大家都这么说。你，我觉得你是偏向巨蟹座的狮子。没有，我是那个外表是老鼠，内心有一个狮子。对，原来原来有这种。要了解我的人就会被我吓到。好，你们今天要做什么？今天好，我们要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怕我不认识我们的人。好，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AKB48TP， 我是 Mina， 我是肉肉，我们今天来做七月生日会的那个座位，对，座位抽选，等大家进来后，我们就开始抽，对。肉肉上手好漂亮又可爱，戴口罩 也看得出来。算你有眼光，难以隐藏我的眼。这是这魅力，哎呀！抽。那我们先跟大家聊一下那个我们生日会的东西。好。透露一些些给大家。一点点，虽然已经没有机会可以再买了。哎，有人说我们新 CP 的名称叫熟肉。听起来有点可怕。好吃吗？好可怕。好想吃是不是？哇！好，那我先分享我们的好了。因为我们这次生日会一样，就是分 A、B 两场。上场。对，我从来没有跟肉肉一起办生日会过哎。对啊。每次都是他们那个七肉 CP。还是下来就是明年跟姐姐就是。你说来一个混搭吗？混搭，还是我们五个一起？因为七月生日真的是太多了。我们五个一起，然后办在那个小巨蛋，对对对，小巨蛋上。希望大家都会来，等你们。因为我记得你们去年是那个新，去年去年没有，去年哦前对是前年前年对对 对， 对， 对去年没有生日、啊，去年没有，我都长不大。没有生日会，我都没长大。什么意思？所以今年生日会真的超级期待。我真的觉得每次有生日会都很开心，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过。对。那去年也是在这个办公室。可恶的疫情，卡在五岁，就是卡好久。大家要一起帮我过生日，但现在也买不到票。对啊。来不及了，我们今天来抽。来不及了，我们要直接抽了。我们只能透露一些，就是可能生日会的周边啊。哦，对，我们这次的周边两组的周边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的。哦，赶快呢！你看，没有来两组的，可惜了。但是虽然我们周边是不一样的周边，但是它是可以结合。结合在你看没来的，可惜了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先不跟你们说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实用的。有来的就会知道了。对。然后有来的要跟没来的分享，让他们后悔。所以明年要来，知道吗？原来是拼图吗？你说一人一块拼图，一人拼起来。
没有，是更实用的东西。场次是分开抽吗？应该是一起的。姐姐表示好问题。我们旁边的姐姐她出去了。我们再聊聊天。她离开了。对。关门，转走了。姐姐。走了。好问题呀、啊。好，我们先等一下。哦、等我们也来聊一下我们的生日会的主题好了。好，你先来，我先。嗯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先。我先。我们生日会的主题，我们这组是我晨晨，然后还有雨林，对，差点讲不出来。然后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一个梦幻童话风。童话风，你们三个走出来就已经够童话了。哦，怎么会说谎？就是你不是才五岁吗？五岁。没有分开，所以都是一起的。好、哦，所以我该聊哪里？童话风、哦，对，童话风。所以我们就是三个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小公主。对。那如果大家参加生日会的，你们可以穿我们的圣诞 T 啦。然后今年的可能还来不及拿到，就是去年的圣诞 T， 或者是你们有想要符合我们主题穿一下，就是七个小矮人，或是你觉得很梦幻、很童话的。他刚刚说动物。不一定是动物、啊，它童话故事，你也可以当王子、啊、穿公主，王子装也可以，你要当公主也是可以。我刚刚想说让他们穿裙子来，他们应该不愿意，他们应该不愿意，或者是小动物啊。为了你可以吧，但不行啦，他们穿公主可能会抢走你们的风采。对，反正希望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那个梦幻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们组的话呢，就是 party 风，对。Party， 希望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嗨，这样。喜欢那种派对那种欢乐的气氛。对，我们这次有请两位嘉宾，就是麻油跟林杰来跟大家一起过生日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。大家可以穿五颜六色。你们四个在一起玩就会很嗨。没有跟大家在一起，我们会很嗨。你们可以那个穿那个玻璃纸。玻璃纸。就是那种红色、啊、哦，我知道，那种透过去的，对，你说自己 DIY， 感觉很帅。还是你们去买那种灯条，那种噔那个这么浮夸，或者是那首歌叫什么？噔，带那个手电筒。餐上，哎，餐上的手电筒，我们可以一起嗨，对。哎，我记得你们是比较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上午场。你们上午场就这么嗨，然后你们就会更嗨。我们会很有落差，没有，我们是不一样的风格、啊。我们三个那个气质小公主，对、啊，我那天会很有气质。还是你们要来嗨？我可能，哎、欸，其实我不是嗨咖，我不是嗨咖。我也不是啊，干嘛这样？是吗？你们是的感觉？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哦，你是里面最淡定的那一个。对，我只是比较。Mina 讲一下嘉宾，我们没有嘉宾，我们就是嘉宾。天气很热，大家爱嘉宾哦。但我今天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哦。我今天来公司的时候下大。应该进来差不多了吧？要不要？好，我们差不多，我们来把我们这个签丢进去。对，要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没有做签哦。哎、欸，我们一张张丢进去，如果等一下有人没被抽到，那就是 magic， 我应该是不会变魔术的。他说 magic 魔法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好好，你要给把它折进去。把它折进去。我们工作时间一到五号，我们要报报一下。好，六到十号，你要我折两折。OK， 好，我们要有神秘感一点。11到15 16到20，现在抽的是哪场？两场是一样的，一起的。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。会不会就是有人两场都坐同一个位置？就如果他要来两场，是吗？抽到有可能，会是两场应该一样的位置，是会有这个可能呢、啊。嗯，26到30，31到35，怎么样？像那个怎么样？在做大选。选出幸运儿、欸、我可以投票耶、欸、36到40，一场已确认为后场，什么意思？本来就是啊，已经
买票的时候上面就有写那个开始的时间，就哎、欸，我叫你们四六的五十，你们是几点开始？我们是、对不起，我记不清楚时间，反正他们结束才是我们一点吗？两点之类的，三点我也记不清楚。你们自己上去看，你们自己上去看。对不起，我们详细咨询请上 AKB48TTP 的官方网站，谢谢。五一到五，五六到六十。我等一下想从第几抽？六一到六五，哦，对，我们等一下。六六到七十，我们等一下不一定从第一抽开始哦。对，我们随机挑。我们要不按牌理出牌。我们本来就不是按牌理出牌的。对啊。七一到七。看起来就很叛逆。我们要抵抗。制服的抵抗。七六到八十。跳着抽，没错，这样才刺激呀、啊！跳着抽，你说边抽边跳。哎、欸，我们把一跟二十留最后，然后跳着抽，看谁是那个幸运。但是就是第一抽也不代表会坐第一排，对，就是之后是这样吗？对，就是之后会把报到编号再寄给大家。第一抽不是坐第一排吗？不是，就是它会变成之后报到编号的一到五号。报到编号一号还不是坐第一排。是有可能是啊，有可能也有可能不是，反正这个东西就是 free， 不要说死嘛。好，那八六到九十，九一到九五，好，反正是这样，到时候大家收到那个新的报到编号就知道。对，九六到一百一，对，应该有听懂吧？反正到时候呢，就是会收到公司的简讯。email 我们来卸的讯息，然后您的编号是几号？抽到第一抽呢，你的报告编号就会变成一到五号，以此类推。好，你要来shake一下吗？来shake 好，你先，给你先。你们现在要抽的是哪一抽？我要从。第三抽好了，第三抽，我决定先抽个三跟七怎么样？三跟七，又是 Mina， 什么意思？我先抽个三。三跟七，为什么是 Mina？ 就是37岁。不是。啊？还是我应该抽26？不管，我要抽三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您说的算。七。可以。好，我先抽三。好。37岁冒犯。86到90。谁是86到90？怎么讲出来？我刚刚想把它撕下，我发现它是粘的，已经撕了。好，第七，你不是第七个？37岁哈，还是你是3+7岁？妮娜的日文啦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来，七是这个51到55。51到55。好，换肉肉，你再选两个数字。那我们选个第十五抽，就是对吧？有特别意义。特别意义。你15岁。对，我15岁。没说话。没有啦，我生日是7月15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41到45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我们今天我跟 Mina 其实是没有。对，我们没有约好要穿什么。黑白色的，所以结果来的时候发现，哎、欸，我们穿超像的。我看着他们，哎、欸，迷之默契。哦耶，好。好，你再抽一个。我再抽一个，好，那我抽个第十抽，好。好。第十抽，31到35。噔噔。第十抽不知道要恭喜还是什么，但第十抽好像算是。还是我们就是等一下打开就是恭喜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来选下一个。星儿，哎，你哪抽到的星儿？我26岁，我来抽个二。啊，二是不是算不错？二蛮好的哎。好。可是你要六跟二加在一起，八的。八，好，我抽个八。好，现在这个是八吗？对，现在这是八哦。第八抽。后方对啊，其实每个位置都有每个位置11到15，恭喜你，被妮娜抽中。跟你讲，好，换我，我今年是20岁，对，然后要满21岁，那我就抽个20抽。哦，现在就要抽二十了吗？
第二十抽，哦、第二，欸、对，我刚刚说要留下，那我就抽个第二抽，好不好？第二抽，第二抽，第二抽，六六到七十，第二抽是六六到七十，为什么晨晨会来了？晨晨来了，晨晨，晨晨，晨晨你是不是也想来？晨晨过来啊！不要啦，今天下大雨。幸好你没有来。谢谢吉米做的香槟。谢谢。好，欢迎。好。然后我们抽这边的好了。对，后面空空的。那我来抽个十八，来抽个十八。我刚以为你要十八啦。因为对于十后面数字没有什么概念，不知道要怎么选。没有，就是十八。好，就十八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十八。我们也不会知道。哦哟。一到五。我们也不会知道他是做哪。一到五被抽到十八抽，然后从后面的感觉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对。我来抽个第十二抽好了。第十二抽，等一下。九六到一百，哇！因为是那个最后放上去。好，来这里，欢迎。那我来抽个第十七，十七。好，第十七抽。让我们一起快乐的庆生。四六到五十，四六到五十，恭喜，恭喜。然后换我，好，那我再学个十六好了，把中间填满。哎，对，我刚才也是看小那边有洞，所以十八。有点强迫症。莫名强迫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二十一到二五，恭喜，恭喜你，恭喜你们，没有被卡住。好，再，好像可能第九抽。要不动是不是？我想要选第五抽。你又不动。你又不动，两个动，两个动。好，第五抽。五六到六十。你真的不会陪你出牌？不会啊，这样你看它很。哪里？就是你看很漂亮啊，都隔两个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笑死！那我要补第十一，第十一抽。真的吗？七一到七五，七一到七五，恭喜，恭恭喜喜！还有人没被抽到吗？来，你们想要第几抽？要不要给你们选一下？现在还有第哦，我们一跟二十是不会隔太远，大家会看不太清楚。我们等下再会拿镜给大家看。好，现在还剩一四六九。十三、十四，还有十九、二十。然后我们一跟二十要放最后。在玩冰果吗？对啊。没有，这是一个提摩吉的问题。有人还没被抽到吗？第十九，大家都第四跟十九。好，那我们好，那我们一人一个。好。那我第十九好了。我抽第四，好。好像没多少。第四，哎，我是第四。你是第四。第四是九一到九五。第十九是六到十。为什么对应差很多？一个头一个尾。来，恭喜。哇，你看我这个十八到十九，多完美。哎，真的。多完美，跟我一样完美。没有接电话，不好意思。现在还有人没被抽到吗？预言家真的第十九，太神了！你们要有信心会抽到前面。请问这个抽了就是做第几排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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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一定。之后会再寄 email 讯息给你发你们的那个抽选编号，对，就是你是第一抽的话，晨晨开播了，你的编号就会是一到五，对，第一抽就是一到，对，第一抽就是一到五，然后第二抽就六到十，这样以此类推。这晨晨是要开播路过一下，对，原来是这样，还是我们来联播，耶、yeah! ，第几抽这样，还是讲讲他心得这样，第一次参加。
生日会看不懂，不会的。当你最后拿到你的编号的时候，你就看得懂了。对对对，大概什么时候会记住？那在活动前有几个？活动前有几？还有十天，还有十天。好，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，很快就来了。好，下一抽。好，来抽。看这个洞，应该是要抽的是三十四。你不能把那两个洞抽。你不能把那个洞给补起来吗？我刚才看那个洞哎、欸啊，我刚才看那个洞。这洞非常的完美。没有。就是我的脑洞，就是脑洞大洞。原来有这种我消费刺激。六好，有人说抽十四，好，我要抽十四。他说九跟十四，你只看十四，那你抽十三啊。因为我刚才就很想要抽十三、十四。好、啊，那我们。好。Mina 是十四。我是十四。那我十三。十四是26到30，都是。十三是81到85。为什么我们每次抽号码都差好远呢？好。十四。嘿。嘿 ，OK。完美。可以不动了吗？可以不动了，好，来不动了。他说可以不动了，来第九。我就是死不补那个洞。好啊，我们要来补洞了。我说一，请问你要补哪个洞？我要选第六好了。终于，终于，终于。六跟九，好。那我们一人一个。因为那个六是我的洞嘛，我知道。你的脑洞还蛮大。好，坐好远，什么意思？第六抽是。36到40，恭喜！第九抽，这是 A 还是 B？ 这是一起的 A 跟 B 一起的。第九抽是61到65，恭喜！两场一起。好，剩最后了，是第一抽还是第二十抽？那你要第一抽还是第二十抽？第一抽。37中了，他们感觉好像要玩 bingo， 中了，中了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现在最后。把它倒出来。谁是一，谁是二十？你要干嘛？我要一。我们来看他干嘛。啊！等等，再摇一下。我们看他干嘛哈？我来看你变出什么花样。不是啊，就是那个动猫咪的时候，不是都会放一个东西，然后就这样。好，就是这个。还没出来。好，第一抽啊，一起打开，一个是一，一个是二十哦。这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天差地远吧？是因为有人还没抽到，是不是？还没出来，哇，好紧张哦！是一还是二十呢？好，第一抽是16到20，第二十抽是76到80，耶！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，你们是一还是二十？就是可以知道自己坐第几排。现在目前是可以知道的吗？现在目前不行，不知道地址，对，不能确定。就是你们那个号，到时候会看好吗？二十，对啊，所以不确定，不一定你抽到第二十抽，你就是坐最后一排，对。好，耶，抽完了，希望大家那个怎么讲？好聚好散。你说生日会吗？希望大家玩的快乐，不快乐就抽到二十也不要。墨镜吗？你有办法拿下来，哦、拿信给大家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截个图。哇，好紧哦，它粘的。好，给大家截个图。这我们等一下再报一次，就是。对。好啊。报一下。报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先拿纸的给大家。下来。脸到面哦，你让大家截图哦，哦，好聪明哦！大家等一下自己把荧幕放横哦。啊，应该可以了。快截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报一次，唱好，再唱一次名牌，然后第一抽16到20，第二抽66到70，第三抽86到90，第四抽91到95，第五抽。56到60，第六抽36到40，第七抽51到55，第八抽11到15，第九抽61到65，第十抽31到65，第十一抽71到75，第十二抽画面有奇怪的人出现，96到100，第十三抽是81到85，越来越难，第
第十次抽给你报，第十次抽，第十次抽26到30，第十五抽是41到45，16抽是21到25，17抽是46到50，然后第18抽是1到5，第19抽是6到10，然后第20抽是76到80。Yeah, 恭喜你们！好像那个气象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刚应该全部都给他报的。对啊，今天的那个他的声音比较好听。不会，第十一抽7到75，就很像那个在讲那个温度。今天的那个气温，今天的哪个？71到75，太高了啦！太高了，因为我们太热情了。大家期待，期待，期待当天与大家相见相遇。他们是派对风，我们是梦幻童话风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要穿什么啊？不知道穿什么的话，穿生日 T 也是 OK 的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，好，我是 AKB48 Teen TV 的蔡依柔肉肉 ，IG 是 ZOU0755-AKB48TV。对，然后你呢？我是仓鼠担当的 Mina 潘之怡，然后我的什么 IG， 我的 IG 是MIN， 我的 IG 是 MINA 0728 dash AKB48 亲戚 PU 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明天晚上9点在浪 Live 也有直播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直播什么时候。下次直播是我的生日，7月15号的。哇，这么久，因为超久了，我昨天就播完了，对。好。下次直播是7月15号的下午4点到6点半。生日当天，让大家去找肉肉。来祝我生日快乐吧！庆生。好。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？生日等小彩礼啊，记得去啊！大家对，生日灯箱，你还没去？我的生日灯箱在那个台北101世贸站那边，对，但是要好像是靠近5号出口那边，所以大家如果有经过，他可以跟我的灯箱拍照。我自己本人是还没有去过啦，因为就是平常都没有在出门。等一下可能就可以去一下。等一下，好，我。我看看。对，但等一下你们，我觉得你们应该看不到他，因为我肚子饿，我想要先去吃。我吃完饭可能就对。然后我的灯箱是在中山捷运站4号出口。我已经有去看过。对，他们的放在一起耶，超震撼的。我真的去到现场才觉得说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必要放在这里？很闪耶，就是超大的亮。我自己看了都害羞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谢谢大家的灯箱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第一次有灯箱。我也是，超开心的，解锁一个成就。开心。有些路人在看，对啊，我去了那天，我有看到一个小姐，我停下来看，我觉得非常感谢。虽然她没有去扫下面的 QR code 加我的 IG， 对，大家记得去扫 QR code。追踪我的 IG， 然后 Mina 的是 MINA 728 0728 dash AKB48TTP。 好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了，大家赶快去吃晚餐，因为我也想去吃晚餐，所以他要下班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那大家就生日会再见面哦。对，然后明天的直播，对，明天晚上9点，好，拜拜，大家拜拜喽！希望大家生日会玩得开心。哇，我们都有一种默契耶，可能都是7月的关系吧。好，大家拜拜。